我到县政府去找了他，在他门口，我就这样，我说局长，我说我递了这么多的奖状，大概啊，大概将近现在超过500张，在座我敢讲没有500张。我说局长，你去看看，我们局长怎么讲？他不相信我，他眼睛上看着我，有那么多吗？我说有。他说好，我们那个奖状在。我说好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就按我的门铃了。我下来一看，哎呀，局长来了。他是在演出啊，看看你往下讲的还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哎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我的长官，谢谢。